苏里郎，你要去哪儿？长老，现在景色深陷囹圄，我要回京去把他救出来。不可，古云深与那国师勾结，又有七星剑在手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把景色救出来。也罢，这把匕首是和七星剑出自同一块云铁，它可以对抗七星剑的剑气。 你若执意要去，拿上它，尚有几分胜算。锦瑟。 你怎么来了？族人们都还好吗？你放心，族人们都已经逃出来了。我来救你。顾云深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敢如此对你！别碰！锦瑟，你忍一下，我砍断锁链，救你出来。